家人们晚上好，我是你们的小旋风，我又来推荐好物了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咱家百分百好评的米线，准备咱家纯鸡汤熬制的米线，使出我吃奶的力气给它撕开包装，倒出里面的面饼和料包。咱家的面饼是半斤装的，料包是纯鸡汤熬制而成，还有麻油、辣椒油。咱家的面饼啊，无需泡水，因为不是胶做的，使劲揉搓就可以揉搓开。而且咱家的面饼啊是升级的，非常好吃。起锅烧水，倒入500克的清水，水开呀，把米线呢给它放里，倒入喜欢吃的耐煮食材，咕嘟2分钟，倒入豆芽和干豆腐，再咕嘟1分钟，倒入喜欢吃的青菜，倒入咱家的酱料包，喜欢吃辣的给它倒入点辣椒油，煮它1分钟。喜欢吃麻辣味的倒了一点麻油，好吃的米线就做好了。咱家的米线100%的好评，老铁们你们还等什么呢？赶紧去下单吧，晚了你就没有了。